盘点意想不到的沙雕操作。厉害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是监管里的秘书长吗？今天我来对了，在哪里？我是一个水兵。套皮，咱们一起吃饭，这几个小姑娘，有一个是你未来儿媳妇。你个穿粉色衣服那个，哎呦我天哪妈，你真的神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三个小姑娘中我最烦的就是她。哎呦我的妈。Top 四。超普一不小心喝大了，一觉睡醒发现自己的脚受伤了，可是我始终想不起来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于是我打电话给昨天在一起的朋友，结果他们对这个情况也表示一头雾水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我重回了昨天晚上的那家夜宵店，找到老板跟他说明情况后，他发给我两张他昨晚拍到的照片。Top 六，活没人爱干的，真累。站着啊，干啥呀？把那个放车里啊！对，他遇上好人了。我遇上病人。Top 七。Top 八。傻逼！你旁边才躺个傻逼，你旁边躺个大傻逼，你旁边天天躺大傻逼。Top 九。Top 十，这咋的了？老王说，我点的一口脚丫子，给我10块钱。你点了？不可能，那不侮辱人的吗？我能干出来那事吗？Top 十一。Top 十二，惊喜！老公，你回来了！Top 十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Top 十四，你别吃了，我先帮你把药敷上。你轻点。嗯，我轻点。敷上就不痛了，别怕。你这个……啊！哎，等等等，别浪费，别浪费。Top 十五，快点，快点！真的笑，你想累死我呀？Top 二十六。Top 十六，你家门怎么打不开啊？我家门不是这么开的。那是怎么开的？看着啊，我只教你一遍。Top 十七。欢迎来到对坑路。Top 十八。啊？不能进，不能进，不能进。对，不能进，你不能进，到最后。人都不能进？人你推进来外面，你从那边进嘛。哦，那边有个大门。哦，不好意思。Top 十九。
Top 二十。你想不到你喝这么多，是因为这样啊？我就给你脱了外套。哎呦，我这好沉呐、啊！嗯，继续。Top 二十一。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，孔雀开屏。Top 二十二，走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是个律师。律师怎么了？我朋友都说了，娶啥也不能娶律师，要不然到时候连条裤衩子都分不到。胡说八道，裤衩子属于个人生活日常用品，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所以离婚的时候裤衩子是不能被分割的。你的裤衩子依旧还是……哎呦我的妈！Top 二十三，快的下楼方式。看好了，什么才叫大力士 ？Top 二十四。我要拉我硬币，还怎么拉？啊！别 ！Top 二十五。哦哦，哎呦哦！哦。Top 二十六。Top 二十七，钱全存卡里呗。啊，一分现钱都不留手里。不留，我上午开着，下午就存着了。走吧。哎呀，操！别提。哎呦，他来了呢。你到哪儿呢？他们都是狐朋狗友。谁？知道谁真心对你吧？你。我是谁？你的欠。好，有离他们远点啊！大叔。训狗似的。点个，这样八折。哎，八折。知道什么回答吗？知道。我跟我前对象吃口饭，一会儿回来。Top 二十八，他说了，我告我喇子给你嘎下来吧。我说嘎我喇子干啥？他说我作为药材。他怎么跟你说？他说我想要你这喇子。我说那我就给你呗。为什么呀？为啥你要给他呢？我心这玩意也没啥用呢，我就给你呗。他给你钱呢？他不给我钱。他用什么嘎的？用跨两盘刀片。Top 二十九。Top 30